So this four structure is PET, VMPT, nylon, and LDPE. Four layer structure with total thickness 190 microns. Need to change the thickness here. MD. Machine direction. The first item.所以在断裂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也要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在核心在受力，对吧？这是最大阈值140，那拉伸强度49，是因为它厚度高，对，就不拉伸强度。对，这个前提结构是很结实的。最大力值要记一下。最大力值。最大力值记一下。拉伸强度是由最大力值算出来的。你的最大力值123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说在给客户的 TDS 里面，基本上现在就是对于拉伸强度来去测量的。那么这个带子强壮不强壮，其实就是说在具体应用过程当中，因为厚度不一样，就是哪一个带子容易破。那么就是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最大力值。拉伸强度并不能，拉伸强度高并不代表这个带子就一定能够承重。拉伸强度高就是它这个单位，因为它跟厚度有关嘛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大概你需要拉伸强度乘以它这个停接横截面积。
但作为 TDS 来说的话，它必须转化为拉伸强度。你的最大力值，你厚度是多少？它没，它必须跟这个跟使用场景、内容物、重量，这个都是有关的。这个必须依照那个来去再去衡量它的价值。最大力值。这时候，你看这一层表面的 PT 已经破了，但它在拉的时候，它其实中间的 PT 镀铝还有尼龙在起主要作用。这个包装本身就是这样。这个包装是。Nanofilm is better combi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all to achieve better tensile strength.所以这个参考价值不大。